新圣教一经大学维新贤士同修及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禅解啊，维新天下事，开蓝天之禅。看了开蓝天之禅机。民国71年啊，7月23日，我们真天华子啊，开启蓝天，由王禅老祖来转这个法轮啊，当王禅老祖济公古佛。神龙大帝啊，开启蓝天之后啊，三位尊者菩萨坐在蓝天门的正对方啊，开始有个九大菩萨是王禅老祖发言。王禅老祖说他要天下太平啊，引起九大菩萨的心动和玉皇大帝的心动，都给予肯定。王禅老祖他是要天下太平，在这个时代唯有妙法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让人人平安心安理得，才不会发生贪念和无知无明而发动战争啊，所发生战争的两国都有多生父母的亲缘，都有多生父母的亲情啊，所以发动战争是非常无名与可怜。所以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就是不知因果啊，不知因果的原因才会发动战争啊，要弘扬易经，让大家都能知因果，就不会发生战争的情势来。像今天啊，乌克兰和苏俄的发动战争，本来是亲情，现在变成那么无情啊！欧洲的战争啊，以色列
汉邻国的发生战争，原来都是一家亲，到底什么利益在争执而发生战争，是非常可悲的，非常无情的，让人同情。所以王禅老祖他发愿要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没有那么简单，要经过长时间的累积，弘扬妙法，啊，才能够天下太平。所以今天开启蓝天，5000年开一次蓝天，现在是第5000年了。既然蓝天一开，啊，所有诸天圣神活菩萨都从蓝天而来，啊，光降在台湾，然后啊，到世界各国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在王禅老祖在异地前发下大愿，要天下太平。要天下太平的真实意啊，济公古佛，他马上就讲话啊，要来响应王禅老祖的天下太平。济公古佛要众生先悟空，空空空，空空空，来也空，去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空空空，空空空。在济公古佛的禅机，短短几句话，已经点破人的禅机，人的啊智慧，要先从空开始。所以世界上，任何军事家、政治家，要发动战争、发动侵略的他国、侵略他人，要先悟到空空空，空空空，来也是空，去也是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啊！所以告知人类，一定要先从空开始，来响应王禅老祖的天下太平之道。啊，济公古佛，他的空空空，他的禅机非常的广义，啊，非常的奥妙，啊，所以一语惊人。啊，人在世间上，啊，你计较的太多，啊，你没有想到，计较来的时候，人也会死。啊，所计较的是什么？啊，所以是个空空空，空空空，黄泉路上不相逢的禅机密啊！祝福各位。
各位时光善知识，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们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所争的是什么？啊，大家到最后都是空，所以我们十方大众，我们来世间上是来续缘、续前生的善缘，珍惜这一生的善缘，啊，维系未来生的善缘，这样就没有恩怨情仇的问题发生。所以济公古佛为响应王禅老祖的天下太平之道，啊，提出了空空空这个真实义啊，来勉励啊，当下的普天下的众生啊，善信大德啊，人在世间上，无论做事业啊，从事政治，从事军事，从事教育，都要体会到空空空，来也空，去也是空空，两手放下来，也没有带走什么。尤其啊，中国建国以来，从伏羲氏到现在来，总共有919位天子、帝王、总统、总理啊，朱建龄啊，随即王禅、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就对他们开示了空的真实义，说你们来世间这么几千年了，你们现在都回去了，有没有带走世间的江山片瓦和带走名利，带走老婆妻子和子女呢？有没有带回去？所以天主帝王啊，就出来说，我们什么都没有带走，没有把你们世间的一些名利带走啊，所以这一点啊，惊醒了啊，上天的天界和法界众生。接着济公古佛他又来说空空空，空空空，来也空，去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来勉励这些919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龄啊，空的真实义，来也空，也是空空而来，有这个受身身体借用啊，乘着这个身体驾驭这个身体啊，走了一生，在走的过程之中啊，你也娶了老婆啊，也生了子女，到死的时候
两手放下来，老婆也没有带去，子女也没有带去，亲友也没有带去，江山片瓦也没有带去，还是空。第二个空，死了之后，你的江山片瓦，子女也都是空了，梦一场。那你所带走了是什么呢？啊，说第三个空，啊你啊回归。西天，啊，你又在西天，你得到什么呢？也是空，没有修行，也是空啊。所以空空空，来也空，去也空，来的是空空的，你回去了，江山片瓦。也没有带走，所以也是空，去也是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啊，人一旦死了，啊，最后我们的啊灵魂啊回归天上界。渺渺茫茫，啊，走在山河西涧，也没有人跟你相认。那么你所计较的又是什么？去也空。啊，你遇到黄泉的一些险恶。啊，山河西涧。那么，你的家人、老婆或者老公，他也不知道你在灵魂界所受的恐吓、所受的痛苦，所以去也是空啊。黄泉路上不相逢，你在世上结我那么多的恶缘，也结了那么多的善缘。无论恶缘善缘，死的时候在灵魂界是独立，游走在灵魂界。啊，你也没有见到你以前所结的恶缘的人，也没有遇到所结善缘的人，只有修行人、念佛人，啊，才能在灵魂界遇到龙天护法，啊，遇到佛。菩萨在前面接你，所以黄泉路上不相逢，能相逢了，就是你一生啊所修行，念佛拜佛，在思想意识界，你才能遇到佛来迎接你呀、啊。期待万里冰，愿我星空妙地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及十方善知识，人生哲学。确实充满着神秘，充满着挑战，啊，充满着
苦因和苦果，所以济公古佛他就开始从蓝天而来的龙天护法光降在台湾蓝天门座前啊，济公古佛对他们的开示啊，一群龙天护法天神啊，在蓝天门座前啊，静听王禅老祖的开示，也静听济公古佛的开示。所以济公古佛都是谈空，空空空，来也空，去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所以你们在世间斤斤计较，相互残杀，相互夺情，相互的毁灭，等着受身也死了，灵魂回到虚空界，那时候什么都是空，什么都是空，财也空，气也空，知也空啊，名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说济公古佛的空也感动了从蓝天降下来的龙天护法和法界众生。那么接下来济公又开示了空空空不悟由此业得灯无创暗室得光明啊，你们现在在虚空界啊，现在在世间所计较的财也空了，名也是空了啊，利也是空了，也都没有了，所以不悟犹如夜夺灯，你不去悟道都是空的啊，就好像晚上你得到一盏明灯，可是那是无常的，不永远存在的啊，不入犹如夜夺灯，无窗暗室得光明，没有窗户的室内，你得到一盏灯，啊，灯的来源一旦消失了，里面也全部暗了，又是迷蒙的人生啊！说不悟，啊，你有悟了，你的思想。你的智慧啊，才能够开发出来，这要悟，要悟，才是永恒的。所以，济公古佛对着从蓝天而来，降到凡尘，在玉皇大帝金阙蓝天门座前静静的聆听
济公古佛啊，他的开示啊，济公古佛又是空，空空空，空空空啊，财也空，名也空，利也是空。在黄泉路上不相逢啊！啊，你们今天在空界有没有得到世间界这些名利呢？都没有，都是空。以后从蓝天而降的龙天护法到世间上来，要是先悟这个空啊，天人合一，在世间上用你的口，用你的心行来感化，来帮助啊十方有缘的众生，那你们就会悟到空的真实意啊。所以济公古佛他的开示字字充满的禅机，点破人心要悟空。你不悟空啊，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会白做。你悟了空啊，你所做的所行的所讲的话语啊，一定会超然，会超越。所以济公古佛他的人生观非常的潇洒啊，非常的巧妙。讲讲讲呢，济公又把他拿手里拿的那瓶酒，葫芦酒，啊，又向外撒出去，撒出去了。济公古佛，他又说空空空，空空空。酒来供养法界众生，而你们在世间上所闻到的酒味，很快就没有了，也是空。啊，又拿起他的羽毛伞，又从虚空，啊，他的挥了几下，全部的微尘，啊，全部就散掉了。所以又是空空空，空空空啊！所以我从济公古佛啊，他的禅机密，我悟了，悟了济公古佛的空性自在如如啊！祝各位。期待万里兵，烟波星空妙地仙。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开启蓝天的真实意，我们现在要来研究开天之禅机，开蓝天之禅机啊，也要先从空性去悟，在先天八卦，蓝天是乾卦。乾为首，乾为顶，啊，宁王公
是乾卦，每个人的泥丸宫思想意识界都是蓝天，都是乾卦，所以台湾祖师爷啊，大慈大悲，要开蓝天，就是要来开启众生的灵性思维啊和智慧，所以在开启蓝天之后，王禅老祖济公古佛与神龙啊炎帝祖他们的心行是无底的宽广啊，是非常巧妙又值得我们来悟啊。王禅老祖和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的开蓝天，蓝天就是先天八卦的乾，这是蓝三阳，三阳开泰，三阳三个阳啊，我们的顶首是顶，是顶首啊，人的智慧这是开蓝天，先天八卦是先天八卦啊，乾卦是每个人的啊头顶顶上顶首泥丸宫啊，这是蓝天，所以要开启蓝天，台湾祖师爷大慈大悲，要等待王禅老祖到齐了，再去开蓝天。四十年前开蓝天，到现在来，我们所修所行所悟都是蓝天的三阳开泰，乾为天啊，开乾卦就是开蓝天，开启乾卦啊，这开蓝天，啊，台湾祖师他的智慧多么的伟大，啊，所以要开启人有智慧，天下就太平，啊，就可以。走了之后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讲到这里济公他又空空空空空空，来也空去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各自修行，各自做好事啊，各自成就，所以到最后来的都是空的
啊，鼓励从蓝天下来的龙天护法，当你们找到人世间有缘的人，啊，你要与有缘的人天人合一，一定要先从空开始，心空啊，则能合一，心不空，你没有办法与诸佛菩萨来相应，应心无法觉明。所以济公啊，鼓励从蓝天而来的，要先心空，空空空，空空空，来也空，去也是空了。啊，黄泉路上是不相逢的，各自成就，各自提升。所以我们维新圣教自从立教以来啊，都是从空来着力点，来进入众生的心，进入众生的念头，都是由空而开始。所以黄山老祖自民国71年啊6月19号降下来，与我天人合一啊，当时老祖降下来在我心中啊，我的心是空的，才有一席之地给老祖坐在我心中。后来观世音菩萨又开示了，你的心空还不够大啊，心空还太小，要更大啊，才有诸佛菩萨都会坐在你的心中，与你同一条船啊，可以啊开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所以济公古佛他又空空空，空空空，财也空，名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赶快修行吧啊，以此相互的勉励，祝福各位。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黄山老祖把蓝天门打开之后，在蓝天门前面向着玉帝而说是天下太平啊，黄山老祖他的慈悲，他的智慧超越到空性，而济公古佛也是超越空性，一直在谈空空空，空空空，名也空，利也空，财也空，子也空，妻也空啊，黄泉路上不相逢。再听起来很恐怖，在人生在世间奋斗了一生，
那有什么用呢？当我想到这里，济公古佛他就相应我的想法，他说：“大哥啊，你现在所想的是有为法，要无为法。那无为法在哪里找到？在先天八卦啊，中空。当你空了，你所有的先天八卦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万生万物都是你的啦。”这济公古佛他有心通，他知道我知道想什么啊，济公古佛啊，大哥啊，你所想的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要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数观啊。啊，金刚经阐述的很清楚，所以你的想法还不够完美，要空空空。空空空，财也空，名也空，利也空，啊，黄泉路上不相逢，啊，各自悟，各自修，这样，啊，你在人世间要转你的法轮，一定可以大转法轮。所以济公古佛就勉励我啊，你从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八卦，易经八卦先天卦中央戊己土是空的啊，你悟到后天八卦来了，我想了，对，感恩济公古佛啊，今后我在学习弘法利生，请你多多指导啊，多多的加持灌顶，我才能够为天下长生来多多共修空的本源，空性即是如来性，如来性它也是无来，也没有去啊，在无来无去中间完全空性，有如中国国民党的党徽，说到官网中间那个点就是空性，每个人的心，每个人的思想，每个人的爱才是空性啊，所以济公古佛他也勉励我，你好好去领悟世间的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数观。我对济公古佛说，我悟了，我理解了，理解到空性，中国国民党那个党徽中央啊是空性，然后放出说到光芒
他来普照的万生万物，普照的众生，都来找到自性的空性，就能够成佛啊，就能够成道啊。所以开南天济公古佛，他给我的启示太多，都是从空空空空空空啊，财也是空的，名也是空的，都没有办法带到天上界啊。所以啊，大家还在世间上争执，争得面红耳赤，相互的攻击，到法院相告，到最后两位都输了，谁赢了？没有人赢。所以这个都是空性的真实意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把世间的事情要看成空性，要慈悲喜舍，就能做到空性，看到空性的真实意呀、啊！啊，今天我们有缘在讲这天下事，唯心天下事，心是空的啊，天下的事也是空的啊，不寻常的人世间恩怨情仇，到最后来也都是空。那么究竟你所要修的、所要得的究竟是什么呢？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冷静的来领悟、来参禅，即是无量寿、无量光。啊，阿弥陀佛。